为链接台湾优势，协助海外台商推广自有品牌。侨委会从2021年举办第一届海外台商精品奖以来，获得各界回响。我们也将持续透过选拔与辅导机制，与经济部外贸协会海外信保基金及台湾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力合作，提供辅导推荐的资源，打造台湾的品牌力量，让世界看到台湾。这次能得到海外台商金质产品金质奖，有感受到我们侨委会台湾政府很努力的在推动新南向政策，这是我们在海外的，尤其是在东南亚的海外同胞有感受到的。就帮我们侨委会举办海外台商金质奖选拔，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鼓励。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期待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，让大家在事业的发展扩大之余呢，有更大的能量可以让我们在侨居地做更多国民外交、社会公益等等的事业。2024年第三届海外台商精品奖选拔活动即将展开，诚挚邀请所有的海外台商朋友报名参加。台湾 Prime， 台湾的骄傲，让我们一起携手擦亮金字招牌，闪耀国际舞台。